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的7月14号，今天我们来到了碱厂镇，就是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大叔用的我们巧克力，跟他自家弟弟呢，这是用过的，然后这边是没用的，我们就今天来回访一下那个大叔现在使用巧克力的情况。母的各个15、16斤撒在封面上，哎呀，秧苗不错，长是粗壮，完事儿散，就是这根系判的还特别好，是吧？那表现呢？您这感觉现在表现我觉得不错啊。刚才说您是打药也少打了，打药就打了一次药，就是现在我们看一下哈，就是用过巧克力了，摄影师可以给个镜头哈，包括整体的长势大家看一下，颜色也正，然后那个叶片呢宽厚，包括那个根系要发达更好，就是我们这边是没用过的，可以给个镜头对比一下，同样的稻种，同一时期同一天种的。然后体现非常明显的效果，现在我们来数一下咔嚓啊，这是标普通的一个了，就不是最好的。1234567891011121212121314，咱们这边找一个啊，都不是太好，关键咱找最好的吧，因为咱那边是普通的对比，他这边是最好的，来比这个吧，这个看着是相当不错了啊，1234567891011121314，是八。现在咱们再看一下根系，用过巧克力的，这是根系，那个这个是没用过的根系。然后啊，因为这是咱自己地同样的那个稻秧稻苗，然后同一天种的是吧？就是唯一差别就是用过巧克力跟没用过巧克力的，对吧？对，看看了，就是我们量一下长度，这是。三十算，哎，这个，二十哈，21这样吧，差10公分，将近10公分。来看那个，就是咱们的秧，65啊，这个呢，58，58是吧？然后咱再数一下那个咔嚓吧，1234567891011121112131314。行，然后粗壮程度就不用再比了，因为本身就能看出来。